就是一个拥抱可以吗？生日快乐，总有一天可以用力紧紧拥抱你。生日快乐，好要开心哦！好，谢谢，谢谢分享啊。那么接下来还有其他朋友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您的舞会情况或者一些感受吗？该举手看一下。嘉文，我们挑选一位吧。我们挑选一位。嘉文，对，分一下，分一下。对。喂，张嘉文，我要跟你说，我是九。可能要稍微大声一点点。我是九，你是三，除了你还是你。哇！我可以给你握一下手吗？好啊，好啊，来。哇，么么哒，谢谢，谢谢大家支持，凯哥。你选过了？再选一次。再选一个。是的。在哪里？好，后面那个，有牌子那个。后面。来给他那个红色法圈的那位吗？就是拿着法我们凯哥牌子的，对对对，这位女生。好，大声点点哦，谢谢你。喂，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我喜欢痴痴的望着你。哇，痴痴的望着你，哇，好甜啊！好甜啊！对啊，我今天不用吃饭了，待会已经吃够了，甜品，甜到了，谢谢，谢谢。OK， 好，谢谢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玩一个小游戏好不好？因为呢，我们电影当中呢，我们都要就是在有很多的一些的约会的一些的场景哈。那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玩一个游戏，就是男生约会的穿搭。我们邀请两位的男生来到我们舞台下面呢，跟我们的两位的主创 Jerry 还有凯哥做一个组合，好不好？我们呢也放上我们的道具，我们的这个搭配穿衣的道具，我们的衣服都已经准备好了。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挑选两位男士来到舞台上面，然后我们主创帮他挑，帮他搭配，好不好？好，可以，好不好？哇，好好玩的这游戏。我们挑第一位 ，Jerry， 我们挑第一位的幸运的观众们。我后面看一下，在哪里？后面站，往后面站一点点，好不好？往后面站一点点。往后面站一点点。举手看一下。男生吗？男生。是这位，对对。来来，还有凯哥。你别太高兴，上来是要脱衣服的哦，我让你考虑清楚啊。凯哥，你可太高兴了。我也挑一个。有谁要上来换衣服？男生，你确定？好，就来。好，白色衣服的这位男生一起来到舞台上面。然后呢，我们两位的男生呢来到舞台上面之后呢，我们进行呢剪刀石头布。那获胜的一方呢就可以为主创赢得一个优先的选衣服的机会，赢的那一方就可以获得我们优先选衣服的机会。好，两位主。两位我们的观众，我们进行剪刀石头布，好不好？赢的朋友可以优先获得我们主创的挑选衣服的机会。看看，一、二、三，再来。哦，这位朋友赢了，所以是凯哥先挑选，对不对？我们先挑选衣服。对，先挑选衣服，然后呢，再走一次秀。什么那个什么环境？要选什么样的衣服？什么环境啊？对啊，我们就去约会。我去约会，你逛公园吧，就可以隆重一点。我看看后面的衣服的搭配。约会逛公园。对。好，那我知道。约会逛公园的约会场景，我们挑选好脱的。对。搭配好之后呢，我们要走一个秀啊。好。什么衣服女生会特别喜欢呢？海哥，您觉得？哇，好多裤子啊，不同类型。好，看一下。裤子挑选什么的 style 好呢？哎，我先选这个裤子。这裤子很好哎。万一坐在草地上，比较耐蹭耐磨。对对对对。好，来，
话比较中性，中性比较好配，是是吧？然后那个，什么颜色好呢？白色。白的。哎，为什么他要选白色呢？T 恤有点不太正式，对女方不太尊重，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约会第几次我不知道，起码第一次穿的衬衫应该是一个短袖的，不会太热，可以吗？会不会这样搭配？我们里面还有 T 恤，我们对，好，我们看一下，好，我们搭起来看一下，好，来脱衣服，不用脱了，我们就反正我们就配在一起，大家看一下，对。好，然后换到 Jerry 了，宝贝，你要不要拍个照？哎，拍个照，拍个照。好，关帆老师，看一下关帆老师。好，我拍个照哈。哇，好帅啊！就是 OK， 好，谢谢，一二三，帅帅的，棒棒的。OK， thank you。好，那么 Jerry， 我们挑选了，林凯老师呢，就是挑了这个白色的衬衣。好，哇，哎，挑选了。上衣好呢，哇，这个好帅耶。哎，瑞，你能跟我们去介绍一下您的搭配吗？就是青春洋溢，青春洋溢，就很可爱啊，卡通的、卡通的图案。OK，好的。那么呢，嘉文呢是作为我们女生的裁判，要不这样子，我们挑一位女生上来，看看两位我们哪一组获胜，好不好？在哪里？好，我们看看，找一位我们的裁判来到我们的上面。哪一位呢？好。不要站太近。OK。这个约会的服饰呢，你是比较喜欢，也可以谈谈您的看法，对我们的搭配。好，好，后面回到自己座位上去，好吧 ？OK， 来 ，OK， thank you， 谢谢。哎，然后让我们来，不好，来，我们来，冷静一下，先看一下我们两位男观众的搭配的衣服。好 ，OK， 觉得怎么样？对。姜文先说一下吧，您喜欢哪一套呢？我觉得他们挑的衣服都挺像角色的衣服，就是原衣上会挑的就是一个很正儿八经的白衬衫，是，然后他挑的那个就是很中气文的那个卡游戏的感觉的。但我是一个跟中气文有滤镜的人，所以我不是可以算素的，所以你要专业一点说你喜欢哪一个。我喜欢，对，哪一套衣服？我说了我的意见了。我喜欢 Jerry。哇 ！OK， 好专业。好的，谢谢我们的三位的朋友，谢谢。我也可以说一句情话给大家。来，请说。啊，你知道我是超人吗？超人。对，因为我超。谢谢。谢谢。OK， thank you。哇，有车超过啊。OK， 好 ，thank you。好，谢谢。可以在我们的微博、抖音、快手上面多点跟我们聊，好不好？谢谢大家。Thank you， 谢谢我们的三位。谢谢。对。OK， 我们有礼物送给我们的主创，我们主创送给我们的。现场参与朋友，跟你有谢谢，好帅，谢谢，对，谢谢，好，谢谢，对我们把衣服，对，好喜欢我们的衣服，对，穿上，马上想穿了，对，把衣服带回去，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一些的小礼物送给大家的，我们是不是有些的小礼物啊？我们
我们的这个电影的支持，谢谢大家。我们把这个礼物抛给我们。